他长得好生俊俏，却不知是何身份。包子，我可以吃包子吗？啊！就是头部被重物所伤，淤血阻塞，压迫到头部经脉，失了心智。那失去心智会怎么样呢？言语行为宛如孩童一般。你这么爱吃包子，那不如就叫包子好了。包子，包子，我的。想问遥遥的月儿呀，那人是你吗？嘿，这是你的房子啊。你的眼睛里有我哎。你的眼睛里也有我啊。妮儿姐姐，你好美啊。哇哦哇哦，女孩子脸不可以乱亲的。包子，如果有一天要是让你离开我，你会不会恨我啊？姐姐，你不会是不要包子了吧？别不要我呀。哥，你有你的家，终归是要回去的。你怎么哭了？不哭不哭，姐姐不哭。我没哭。不哭不哭。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。以后也不能忘了我。